主料青菜六只，香菇一把，辅料色拉油、黄酒、蒸鱼豉油、盐一勺、糖一勺、鸡精一勺、水10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所需材料，锅内下油，油热后放入青菜翻炒，继续炒炒到青菜瘪下去，放入黄酒和白糖，接着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一起炒匀，放入一勺蒸鱼豉油调味，加入少量的水煮一会。青菜本来水分就多，所以水放少一些，不然成青菜汤了。盖上锅盖焖一会，差不多熟了，加入鸡精，准备出锅。出锅啦，烹饪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